镜头弄错了，镜头弄成对着我照，你说是不是很莫名其妙？为什么像狗？他不怕人的。怕人呢、欸，是捕鸟现象，不早就不怕人，他还来回走走了。我觉得这边露营的人一定有喂他。哟呼！很少看到这么胖的凯比。哟呼！大部分都瘦瘦的。很少看到这么胖的骑车的人也是没错的。对啊，要不要不我帮你跟他合照一下？你过去。我是傻瓜吗？不傻，他不会，他不会咬你的。你就讲，凯又不傻，他应该不保证不会咬你，你放心好了。人家凯又挺不傻。我是笨蛋吗？他只吃瘦肉。没有，我是晓得凯又挺不傻，可是我也不傻。他不会咬你的，他知道你去，他不会咬你。对啊，他知道你是骑脚踏车比较跟着你。他只要跟你握握手。用牙齿跟我握手是不是？吃什么？